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，配着可乐薯条，偶尔还会傻笑。这种生活糟糕，聚会居然迟到，整个人都疯掉，丢掉最佳称号。有没有一种能创造幸福的符号？只要带上就好，幸福就会来到。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，那我就不守好，就为他烦恼。甜蜜蜜。